咁迟噶？喂，对唔住啊！搞错又迟到，等咗你好耐啦，又唔知醒啊！系啊，琴晚太夜瞓啦。要教钟闹醒下自己嘛？吓？我唔知醒，唔使教钟闹醒我啊！教钟唔系做呢啲嘢噶。你就想啊，叫教钟闹醒你唔好迟到。我叫你教闹钟闹醒自己唔好迟到咋，发紧梦咩？行啦。 耶稣选定咗12个人做宗徒，组成咗初期教会嘅团体。耶稣从佢哋当中选咗巴多禄为首，教会嘅磐石，建立咗教会。其后巴多禄将佢嘅职务同埋权柄世世代代咁样传落去。佢嘅继位者就系历代嘅教宗。教宗系罗马嘅主教。 系整个教会终身有可见，而且有永久嘅合一标记。教宗以基督代表嘅身份喺宣布有关信理同埋伦理嘅信道嘅时候，拥有不能错嘅权柄。教宗同世界主教团成为咗教会嘅基础，各教区嘅主教同埋教宗共融，组成咗普世教会。